这几天官方又发出了羊村守护者六的预告海报视频了，这张海报视频可谓是细节满满，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官方给的暗示。先是美羊羊形象和服装都进行了大改变，让美羊羊看起来更萌萌哒，旁边两个粉红色和草绿色的小精灵应该会是羊村守护者六的新宠物。接着就是灰太狼和懒羊羊，灰太狼这一次变成了一个巫师或者是魔法师，结合前面几季灰太狼的武器，估计这一季又是一个远程爆发的魔法棒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可可爱爱没有烦恼的懒羊羊，懒羊羊这一季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前面的布都换成了黄绿色，还加了一双帆布鞋，估计下面那个绿色的小精灵是懒羊羊的宠物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喜羊羊了，喜羊羊也是换了形象和服装，不知道正面看起来帅不帅。从海报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喜羊羊抱着一个黄色的小精灵，小精灵也满脸崇拜地看着喜羊羊，我猜测这个就是喜羊羊的小精灵。不过再往下看还有一颗粉色爆炉弹，这颗估计就是我们暖羊羊的。美羊羊正用双手准备接住，还有灰太狼的头顶旁边还有两个小精灵，估计暗黑色的是灰太狼，还有一个浅紫色是红太狼。由此可见这张海报视频信息量非常大，有可能羊村守护者六会加入宠物系列，剧情说不定也是一次大更新。好了，以上都是本人猜测盘点剧情，只是娱乐交流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信息可以发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。最后，喜欢羊村守护者六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点赞和关注，必有信息马上更新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